在不断发展中取得惊人变化的光阳湾圈经济自由区，招引在经济方面衍生效应大的国内外企业，使光阳湾圈正在变成将成为韩国经济新增长点的二次电池的中心地区，将通过不断发展实现有价值的变化，强劲有力地走向全球商业最前沿。